高雄民农平阳总丰特会总面积约500公顷，是全台湾第二大。比到的菜地的生意呢，是多于国产地地的民农丰特会。两度国小提低动营业，有请的是差文化研究者齐聪，气候较高，丰特反同，希望大部分食材的多样运用来推动食农教育，当见下去。丰特会除了做得做甜汤，还做得讲义饭汤，增加口感。喺两度国社会做下位，饮食文化工作者齐聪，同闽南神山的丰特会融入菜地食材，做好高位应用五餐。先把红豆先稍微略煮，不要煮太久。那把红豆立起来，然后剩下的红豆水要保留下来。所以接下来当我在做高汤的时候，红豆水就放下去，所以这样子这个饭汤就会有红豆的一些元素在。平日丰富饭汤，麻木甜饼黑同面浓的葱头酥，原菜饼入去，同口感吃起来已经有菜甜面丝。用到个手工，按同人来送食农教育，最希望的还是新年的有机肥料的农村，吃到家乡神山的农作物。今天把红豆加到饭汤里面，让我感觉到红豆拿来煮咸的也是很好吃的，让我有一种知道我自己所认定的不一定就是一定就只能这样，也可以让它在原本的基础上加一些别的，让它变得更美味更好吃。我们土色我们自家种的菜种的米，也是说我们菜地米农种的丰特的好，对人说好呀，那记忆可能是一辈子的哦，就说对这个食物的记忆，对家乡味的记忆是一辈子的。饮食之家神宗的环境，了解食文用的对神山体都翻转，作为神农教育重要的任务。对两度国小来讲，一条同土地相连的故事，是一种对家乡的认同同学习，也希望韩国多菜体的农作。过去喊你拜生意呢，唔会嫌这位失策。下个新闻整份，自国红包土。